开罚两次，如果四月再没改善，将重罚千万，甚至可能会勒令中火停机。连续两天全台热爆，昨天创下了今年的最高用电记录，但是核二厂的二号机却要从明天开始大修45天。企业担忧供电拉警报，台电表示二号机大修已经纳入考量，强调供电无虞。